清理战场。 是芒修山，解放军攻山了吗？怎么回事，王库山？王干事，不会是你安排的吧？没错，这就是我安排好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啊，那边打起来。 才有机会安心的寻找我们日思夜想的宝藏。二连长到，你带你的连从正面给我强突进去。 三个小时之内，必须给我拿下芒秋山，明白？ 王昆山，怎么说？他是相信你的话了。王昆山，就是想让你死。 他想让我死，我就死给他看吧。是你死，想让我死啊！ 脾气还是改不了，想让我死，我死不干净，这不还有一口气呢吗？<笑>好，杨毅，既然现在都这样了，咱们就应该齐心协力的找到宝藏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只要你配合我们找到宝藏，就可以戴罪立功。有罪？哎，要说有罪，咱们可都有罪。 不过，我杨毅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记仇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个道理我懂，你也应该清楚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大家就应该不计前嫌，啊，齐心协力的寻找宝藏，共同努力，好不好？
山那边虽然是阳宫，但是我看还得做出点样子来，要是人手不够怕是顶不住啊。到时候杨团长带着人杀回来，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。哎呀，真是长了一副好嘴呀。行，我就信你一回。珠儿，带上吴耀祖回山上守着去。嗯，实在顶不住了就赶紧撤。嗯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让我去啊？凭什么让我去啊？啊，我不去啊。吴耀祖还有没有规矩？不是，你看这吴耀祖找你有话说。不是，他凭什么让我去啊？二当家的，你这招真够绝的。谁绝？你绝？知道我死了也不办个仪式什么的，还大张旗鼓的去寻宝啊？哎呀，你让你回去，这是稳住杨毅，守山只是个借口。是，我明白了。不过，那么叫包道这边，那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找到宝藏，我自然会除掉杨毅和寻香。我只要把宝藏上缴一成，我还可以继续在解放军里混，立功受奖。你就放心吧啊，我的底细你最清楚了，你还怕我跑了不成？行。不过这个毛秀山能保得住吗？我都安排好了，那边也是瞎嚷嚷，不会动真格的，快回去。好，我回去。行了，再可说好了，我等着你，赶紧去。珠儿，快过去吧。走啊。走吧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这个人大度，不跟你们计较。走，接着寻宝去。继续吧。解放军打到哪了？在定城。怕死鬼，跟我走。哎，你还在这歇着，走，给我杀回去。没完没完。文山，到。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炮声啊！不对，你再仔细听听。有鼓声，团长，好像有鼓声。一定是寻香在敲鼓。跟大家说，中风。是。同志们，冲啊！鼓点一定会出现的。寻香，找到宝藏，我们可都指望你了。不到最后一刻，宝坤山不会暴露自己的真面目。可是万一找到宝藏，杨忠他们又赶不过来，那该怎么办？寻香，抓紧时间，让杨毅误以为已经水到渠成，务必拿到宝藏，快呀！杨忠要是来早了，王坤山还会理直气壮的又装成好人。来早了不行，来晚了把宝藏拿走了也不行。是忠诚的，寻香，
一旦我们找到了宝藏，杨团长他们从那边杀过来，时间我已经算好了，你放心吧。这个你跟杨忠的事情我是绝对支持的。坏，他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我要前功尽弃？他竟然隐藏得这么深。